大家好，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呢，就是我们的 Rebel 的 2 in 1 Facial Device。 OK， 这次仪器呢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我们不一样，不一样。OK， 第一，它的功能性呢是非常多变化的。第一点呢，就是上面呢这边有冷跟热的功能，然后呢再来呢这边呢是会有可以帮助我们细黑头粉刺的功能哦。再来呢，它其实是可以更换头的，然后整套里面呢其实是有两个不同的形状的头可以就是更换的，所以是非常卫生。再来呢，就是它的功能性是如何使用呢？ OK， 第一个点呢，第一个步骤就是说，我们可以洗完脸之后呢，啊热的，就是可以开机开热的功能。OK， 然后呢就帮助我们就是做一个打开毛孔的这个步骤。然后呢再来呢就是可以关机，相反的就是反过来这边，然后呢就是按常见这个，它可以更换就是一个档两个档三个档，三个档的系列是非常的柔顺的，就是说不会伤害到我们皮肤哦。然后呢就是对准你要细的地方，然后吸的时候呢是会有红红是正常的哦。 OK， 然后呢就可以看到这边有明显的那些肮脏物，就可以就是这样子拖起来，然后呢就是拿去吸。 OK， 当我们做完这个吸黑头的这个步骤之后呢，就可以切换成冷的模式。冷的模式呢是可以帮助我收缩毛孔，然后呢再来就是帮我们看痘看敏感的。 OK， 同样的是开机，然后呢再切换这个，这个是热的功能加震动，然后再按一个键，这边呢就是会转换成冷的功能。冷的功能的话呢，你可以看，你可以选择再按一个键呢，就是有震动再加冷敷的这个功能性哦。所以呢，你可以涂上你的那些收缩水呀，甚至是护肤品，然后呢，直接把这个冷的直接这样子去做一个推，完完全全的就是可以帮我们收缩我们的毛孔，而且呢，可以紧致提拉我们的皮肤哦，是非常舒服的。好了，只需要按，长按。就可以关机了，所以是非常方便使用。再来呢，它是使用充电的模式哦。如果充电的话，只需要 USB 的 cable， 然后呢，只需要 power bank 就可以完完全全的非常方便。而且呢，你不需要再购买太多的仪器放在身边，只要有它呢，你就可以不用时常上美容院哦。而且是非常的非常的推荐的。就是说，一般上就是美容仪器呢，通常有冷跟热的功能。一个仪器黑头仪呢是一个仪器，然后我们这个仪器呢是完全是 all in one， 把两个功能器集合成一机。所以呢，就是只有这一支就可以完全 KO 掉你的所有的美容仪。OK， 所以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啦。